平的，记得最少打是打平的，一定要往下打，最少要最少要打下巴，不要往上推，也不要往下打，是吧？肩膀高度的，一定要平打，平打，平打，平打这个，好了，你有看到这个吗？你怎么跟你讲吗？你怎么台湾大学毕业啊？我们来用安身好的，平打。对啊，那甩一句，对啊，喊声哦，屁股就好了。你要看他，你不看他，你看我干什么？